好，观众朋友平安，欢迎您收看新闻大白话，我是节目主持人钱子。介绍这一个小时的来宾，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谢寒冰，主持人好，大家好。立法委员王宏威，主子好，大家好。资深媒体人张宇轩，主持人好，大家好。好，观众朋友，我们来看看蓝白联手封杀总预算案，在我们的国会殿堂今天出现了破口吗？这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罗廷伟，他投弃权。议事人员还特别来确认说，哎，委员你不举手吗？他没有举手，他弃权。 很多人担心这就是破口，观众朋友，我们来看看罗廷伟哦，他哦说是有些跟党团报备哦，有报告哦说他不会表态，他会投弃权票。那因为沈波阳他是民进党的立法委员，这一次并没有出席嘛哦，所以算一算票是有优势哦，票数有优势哦，所以党团没有强制投赞成哦，所以最后罗不算跑票，只是观众朋友。 如果罗廷伟不跟党团站在一起，接下来呢，有没有可能变成破口？现在包括赖清德，包括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已经在铺天盖地的宣传了。你们在党这个总预算案，哈、哦，你们这些人如何如何？你这算一个破口，你有压力，别人都没有压力，是这样吗？三十四岁的罗廷伟是非常年轻的立法委员，过去担任过台中的里长跟议员。 因为得到了卢秀燕市长的强力扶选，加上民进党派系有问题，所以他参选第一次参选非常幸运，他当选了，拿了十万三千多票，比民进党的对手多了一万五千票。可是哦，我们看到上一个会期呀、啊，因为朝野激烈的对撞，罗廷伟哦说选区有压力啦，有人说要罢免他。 哦，所以其实他已经跟党部说了哦，我可能不再配合做这些冲撞的动作了哦，希望淡化自己的党派色色彩。这件事情刚刚才发生，不过下午已经发酵了。您看到罗廷伟的粉砖已经涌入了各种批评的声浪哦，包括有人说你的位置可以让出来啦，哈、哦，你要不要开记者会说清楚啊？哦，让大家让选民知道这十万个投你的人知道为何要选你啊。 好，oh, 那你这个年轻，对你没有，你没错，你年轻，可是。 你很有种、哦，有种吗？人家你旁边的杨重英都比你有种哦。那另外小孬、no、孬、no, 年纪轻轻投弃全票，可以见啊！我觉得蓝因现在已经气炸了、哦、已经大家开始涌进他的粉砖在骂他了哦。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，包括啊，呃，这一次的这个朝野的攻防哦、呃，白银发动的这一波是电价问题，大家知道台电不断的亏损，说要这个涨电价。 那现在呢？我们的这些政府官员说是大家节约用电呐、啊，节约用电呐、啊，我们的电一定够啊。自己有没有节约？来看看。我我不知道卓龙泰在里面干嘛，他是在里面挖比特币吗？你在里面挖矿吗？陈建人的用电度数是一万五千四百四十度，电费大概是十万。卓龙泰，你跟他今年相同的事情，你用了一万九千三百六十度。 你用了一万九千三百六十度电费十五万，请我们的经济部部长郭志辉好好的来评论一下。对于真正的用电大户卓荣泰，你 X X 敢放一声呐、啊？好奇怪啊！卓荣泰说：“我不在，我没有住进去哦，官邸我没有住进去，那也安呢？电费高达十五万哦，他说要安排电力检查，那到底是有人在偷电，还是怎样，还是漏电？哈、哦，台电说哈。哦” 不会针对个别用户的用电量做任何的评价。现在吼、哦、是怎样苦不能苦官员吗？过去大家讲说苦不能苦小孩，可是我们看到我们政府官员呐、啊、受不了苦，不能不吹冷气，不行没有电用，所以啊、哦、我们看到总预算案遭到退哦，这个退回哦台电现在这个千亿补助案。 补助款还没下来嘛？哦，所以电价可能哦，这个媒体报道说可能会涨电价。有人说预估涨是三趴，所以好久之前呐、啊，我们看到哦，包括哦这个行政院哦，已经把水电费的预算编好编满了哦，你看到包括明年政府的水电费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，自己已经编好预算了。 哦，怕没有电用，已经编好预算了哦。水电的预算已经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了。那另外，我们看到这些高官们在庙堂上的诸公们，是不是已经离一般小老百姓的生活太远了？小老百百姓啊，心中知道说可能会涨电价。那现在万物齐涨，只有薪水不涨的情况下，大家很省很省着电在用，非常的尊节啊。你来看看这个例子。 哦，夏天好热啊，电费难控啊，所以这些太太啊、先生们都是怎样？早上起床把冷气关掉，大概十点之后可能是离风时间，我再开。那下午比较凉就关掉。我很多同事是晚上不敢开整夜的电，这个冷气，哦，都、就是设定两个小时啊、四个小时啊，哦，这个冷气自动关机，就是要省电费嘛。观众朋友，我们看看，包括这个总预算案被退回哦。 卓奎说：“拜托民进党团加强协调，赖总统已经下令啦。他说在野党会受到严厉的民意批判了呀。哦，我不晓得这个民意的批判的程度到什么程度，所以小罗很害怕哦，就不敢举手。那另外我们看到呢，包括老柯讲说这违宪呐，哈、哦，退回总预算违宪哦，要提示宪。吴思耀更是强力的说。” 你们这些在野党为了对抗民进党，不惜毁了国家哦，好大的一顶帽子哦！你们毁了国家，来，宏伟姐，请请问你们有在毁国家吗？ 呃，我们今天早上就有召开记者会，把过去，也就是包含柯建明还有赖清德自己本身担任党团干部的时候，一样的退回中央政府总预算。当时他的说法就是为了国家的进步发展啊，所以要所以要退回国家这这个政府中央政府总预算。所以我就想问一下，难道只有赖清德当立委的时候，你可以退？ 回这个中央政府总预算，但是今天你当了总统，你就当了皇帝了吗？如果在野党今天要好好的去检视你的这个预算的编列，然后就变成这是毁国，就是又是毁宪乱政的行为。所以今天哦，退回总预算。 不是绿能你不能，不是只有你赖清德可以，柯建明可以，那其他的在野党就不可以。然后呢，现在就说，呃，这个在我们上个礼拜退回中那个政府总预算之后呢，他们开始铺天盖地了，开始用一些侧翼网络上做懒人包、做梗图，那甚至呢，有些影片呢就开始无限上纲啊，说这个呃在野党现在删除了啊，这个呃老人的。 这个长照的预算啊，删除了育儿津贴的预算，删除了对青年的这个房租补助的预算，删除了什么社福预算？错。 这全部都是错假讯息。那因为事实上，在预算的这个公房里面，那么我们主要是针对第一个，你法定的预算，比如说你在上一个会期，我们已经通过了，就是原住民的进法补偿条例，这个是法律预算，你没有编，你本来就应该要依法来编列。 还有包含鉴宝的点值的部分，这已经做成主决议，他也不编。那你不编的结果就是，我想很多人都会感受到，就是你现在到医院一床难求。那如果你没有把它编足的话， 那么很多就是病床，你根本都要不到，所以我们才希望说，健保点值你应该要提高，这个已经在上个会期都已经通过的哦、呃，包含你公粮的收购要提高等等，这个是很多农民所在乎的。好，那你这些呢该编不编？结果呢，你增加了两千八百亿的预算，你知道？ 明年比今年增加两千八百亿，那结果它增加最多的是什么？增加最多的是媒体宣传行销啊，增加最多的就是买军售啊，买跟美国买这些武器，还有增加什么很多呢？就是电费啊，这就是卓荣泰，因为卓荣泰就是只是一个小缩影，各部会的电费都大幅增加，所以我们一毛钱的预算都没有删，一毛钱的预算。 都没有删，只是希望你退回，你重新做检讨。那这个叫做什么？叫做删预算呢？所以现在一堆错假事情，比如说在里面包含台电啊、哦，所以台电说十月份啊，因为我等不到什么千亿的补助波补啊，那我就要我就要调涨电价。你有事吗？即便是我们现在按照我们现在的审查预算，最快最快到今年年底才会全部审查完预算，也就是台电的波补金额。 按照正常程序，也是到年底才会通过。那请问你，你十月份你们审议委员会要召开，你要又要调十趴以上的电费？请问一下，跟我们审预算有什么关系呢？嗯、这就是只是把你们的问题造成电价上涨、缺电的问题甩锅到在野党而已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再跟大家讲，就说今天我们是严审一支预算。 好好的把关，但是呢，这些民进党只是不停的用错假讯息来混淆是非而已。好，请教兵哥，你怎么看哦？包括这个呃所谓的总预算案，在野党退回程序委员会刚刚发生的事情、哦、我看到蓝营其实已经有一些躁动了。罗廷伟会变成破口吗？我觉得罗廷伟这个年轻人哦，他现在可能真的是想说，哎、欸，我如果保持中性一点，比较。 蓝蓝绿两边都不要得罪，我就保持中立弃权，这样子人家就不会罢免我。我觉得如果他真的是这样想，就想的太天真。民进党是狼性政党，所以呢，你越是显示你怕了，你这样子会有用，人家越要弄你嘛。因为你会怕，这代表什么？你自己都觉得你对地方没法掌握嘛。你被人家如果发动罢免，你可能会倒嘛。你等于你用你自己的实际行动在告诉民进党这件事嘛。那如果我是民进党，我当然就弄你啊。 你怀疑吗？你自己都会怕，我不弄你还要弄谁？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啊！其实本来对蓝白来说，只要能够守住谢国良的这个基隆市，不要被罢免成功的话，基本上以目前的情况看起来还蛮乐观的。搞不好这个赞成罢免跟反对罢免的票数会差距很大，那这样子等于就是给民进党一个大闷棍。 他们要发发动罢免的可能性就相对减低很多。结果你现在自己做出这种事情，那等于是告诉大家我好怕，赶快来，赶快来罢免我，我怕的要死哦、喔。嗯，那人家当然就来 <laughs>，你怀疑吗？所以。 自己做了，自己要去承受。你在不太懂哎、欸，要不然他就不要出席程序委员会。是啊，那他干嘛出席了？然后又不表态，又不举手。他难道以为他弃权，别人不会知道吗？全世界都知道啊！议事人员还特地跑去问他说：“啊、委员，你不举手吗？”我讲比较那一点，你要不然你就干脆演两戏，按、啊、拉肚子，<laughs> <laughs> 或者怎么样，或是出车祸，或者怎么样，想办法不去啊。 结果你去了到现场，你直接在那边投弃权票，这不会有人不知道，全世界都看到了嘛。所以你自己要做这种决定。我告诉你，这样绝对不可能讨好民进党的选民，民党的选民只会认为，好，你这么软，我就刚好捏你而已。所以罗廷伟，你自己去承受吧，这个谁都救不了你。那左宏泰，我就觉得很好笑，他告诉我们说，他官邸他一个月没住几天，<對>每个礼拜住一两天而已。对。那电费会高得这么吓人，因为他比。 去年的同时期的，那个承建人，承建人多了将近四千度，好奇怪哦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哎、欸，四千度是差不多一个家庭一年的用电量，而且我想说有一些随行人员呐、啊，是啊，可是应该这个配备都是一样的吧？是啊，所以这个就很奇怪啊。 朱卫锦，难道卓龙泰上来之后大增？你是干嘛？有人有人要对你怎么样吗？不然的话干嘛？还是最近因为黑神话悟空很夯，所以朱卫锦都躲在里头打电动？不然的话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所以这当然要去查。我觉得这个卓龙泰要给我们合理的交代，不能只是啊，又是电器老旧而、欸、又是怎么样就糊弄过去。不要再用这种德性，赶快把问题查出来吧。哎、欸，一个月多不两个月多五万块，很吓人呢、欸，很可怕，是非常可怕。嗯、因为去年同时期。 承建人才十万、啊，嗯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要赶快去查出来，所以一年就差六差你六三十万了、啊，这很可怕的一个数字、啊。然后台电现在在干什么？你知道，台电就是故意在勒索民众嘛，嗯、就是反正你不给我补贴，我就涨，就是这样子、啊，就硬要硬硬要补贴、欸。那我就觉得很奇怪，那为什么过去几年你都可以不补贴，然后你就不用涨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 政府还不是一样，到最后去补，到最后都是一样的、啊。所以有什么道理？今年就一定非要涨电价不可？而且更不要讲为什么要涨电价，为什么台台电亏损这么厉害，就是你民党造成的、啊？民党的错误政策造成的怀疑吗？所以我，我我觉得不要被他们这些恐吓勒索所影响。 在野党就是要坚持立场，看他们干到底，因为他们现在就是拿民众来要挟，就像洪威刚讲的一样，我看一堆人在那边讲说，军工匠，你要注意哦、喔，如果你今年没办法调三趴，就是被在野党害的，你看他们把预算都挡回去，军工匠，你真的要想想看，谁在砍你们的退休金啊，谁在砍你们的退休福利啊，不就民进党吗？你以为民进党会对你多好心呐、啊？他砍你大的，然后给你一点小的，你就高兴了？千万不要被他们骗了啦。那我我必须讲。 我们这个卓奎哦，嗯，还好意思讲说啊，我现在要拜托民进党加强沟通。你先前死到哪里去啊？你在编预算的时候，你不知道立法院会上个月上个会期才通过的东西，你这次完全编都没编。你不知道立法委员会反弹吗？那如果你真的有没有办法执行的苦衷，你为什么不不之前就去跟在野党沟通啊？嗯，你人死到哪里去？ 所以你明知道发生这件事嘛，现在故意在那边讲说要沟通嘛，你们根本就没打算要沟通啊！我大概可以预见这件事情到最后就是走视线了、啊，看起来就是硬干、啊，对他们就是要硬干，嗯、跟你硬干到底，因为赖清德就是这副德性的人。嗯，他们要硬干到底，然后如果在野党示弱的话，嗯、那大概就兵败如山倒了。来，请教宇轩。 小罗也算我朋友啦，哦，就算认识啦。哦。那他其实前一阵子就要找我去他办公室，啊，因为那时候忙嘛，就没去。那我知道他去一定是要聊罢免这件事情，所以我就干脆趁这个机会，就跟他讲哦，两个概念。第一个，小罗他怎么当选的？小罗他当选是因为当时蓝白河嘛。哦，k、OK, 他那时候台中四小福，哦，唯一就是他们还特别跑到民众党，那时候柯文哲、造市场外。 然后跟他们喊一声加油、哦、就是捞那个边际，因为国民党的时候有党纪嘛，就以说你不能替民众党站台，但他们用这种方式，所以那时候他们吸血了大量的年轻选票。OK，这是小罗他当选的一个契机。那第二件事情，他回得过头来说，他说我弃权。那我问各位哦，他投票，请问媒体会不会报道说罗廷伟投要把预算给退回？根本没有人在乎。 他如果不做这件事情，根本没有人会注意到。民进党的人也没那么无聊，没人会注意到。所以反过头来，正是因为他弃权这个动作，所以才被看到的嘛。那我看我今天包括我们 TPS，或者说国民党的人，您对这件事情分开啊，在党人对这件事情会分开啊。但罗廷伟他做这个动作，他的诉求对象是谁？是民进党一直说，你看我弃权喽，我弃权了，好不好？你们不要来罢免我。但你要回归到罢免的本质啊，廷伟。 罢免的本质是什么？两件事情嘛。第一个，你要打冷战，要把你打热战嘛。你打热战的话，就像基隆谢国良那样子啊。我告诉你，干我要对啊，我有实力啊。那廷委，请问一下，你的盘比较大还是民进党盘比较大？蓝加白应该是你的盘比较大吧？但你今天选择的这种做法，就是好了，你们不要出来罢免我，拜托，我要打冷战，因为我知道他焦虑很久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直在烦恼这个事因对他为什么一直在焦虑啊？对，他就一直焦虑哦，然后心神不宁。 然后在党团里面都一直就五魂不退，知道不？他就一直处于这个状态。那我就跟你讲白了嘛，你要把冷战、热战嘛。你今天选择这种做法，就是你要打冷战的。那我跟你讲，你知道什么叫打冷战吗？就是你的蓝白支持者都不会出来投，那你就期待民进党不要过门槛。那我跟你讲，天邦夜谈，他绝对把你炒到热。看到你这个样子，绝对把你炒到热。那你如果要打热战的话，你应该是要硬到底嘛。因为当你今天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你等于在宣告一件事情哦，我把国民党支持者当塑胶。 有啊，五光华那，你弄来刀啊啦！哎、啊，你总动马安那啦，五光华那，你弄来刀啊嘛！所以你一说，反正你都不用支持国民党，你都不用面对你的民意，不用面对这些原本支持你选上的人，反正怎样他都会投你嘛！你等于是把自己的支持者当塑胶，把民进党的人当老佛爷在哄台。我我我，现在讲的这些无关意识形态。 这是单纯选举责任政治，你要对于你自己的民意基础负责。如同民进党，我讲白了，电费我其实就很简单讲一句话，请问一下，今年他们总预算有没有往上调？有啊，啊，当时电价调整的时候，他们跟我们说什么？说不会，没有影响，要看你要选择聪明的时间。聪明的时间呢，你的电费就不会调整还可以省电。他们说跟我们讲嘛，就卓荣泰这发生什么状况？快搞懂啊！你节民计，节民计关啊！ 民众全部电价，我跟你讲，做生意的人、小吃的人，到处都哀片耶。然那你们无所谓啊？为什么？我们讲，价格弹性嘛，价格弹性叫什么？经济经济学的价格弹性，民众的价格弹性是什么很大？电价调整的时候，我都大家都冷气不敢开啊，然后冰箱温度调一下，然后冷气温度调一下，结果我们看到的是你卓荣泰这些官员，花不是花你的钱嘛，花公帑嘛。 所以干嘛关邸我跟你讲啦，什么叫十五万？什么我一个月去两天，那个关邸就是你管的啦，你负责的嘛，列关窟嘛，你可以叫下面的人不要一直开啊，绝对是冷气一个月整个月都这样开下去嘛，不然你只会开到十五万。那为什么从十万变十五万？因为理由很简单啊，你们把电价调了，那对你们来讲无所谓，反正浪费我们的纳税钱。 但是呢，你们自己呢？叫民众冷气不准开。是，刚刚宇轩说，哦、呃，这个罗廷伟在程序委员会不举，没有举手这件事情啊，是要做给民进党看。民进党看到了，哦，我们来看看啊、哦，呃，绿委啊、呃，这是林楚英，他说，哦，罗廷伟很棒，因为他明白地方建设的重要。好，我们进一下广告。 长者是宝，需要陪伴与照顾。一人一点力，爱就大无限。